小人曾经非常爱慕殿下。 除了那些，你自己呢？姐夫，程殿下，这马从哪里来的？啊？哦，我跟朋友借的。你能有什么朋友？还不是赌桌上头的。哎，姐，来，陪我试试负重。 殿下，妾不会骑马。不要怕，有我。去吧，姐。去。顾内人，你带我去吧。 真是吓坏我了，顾内人不是说不会骑马吗？这不骑得挺好。是啊，宛若那灵犀玉峰也多亏我的马，嘿嘿，顾。小人在宫里打过几次马球？想打球，这马还得训。我们先回去吧。 殿下，你刚刚跟张剑生一道干什么去了？小人不能说。 钱给了他了，这宫里你不上报，自然有人上报。有几个事情要问你，来，这事。 你劝过太子妃，为什么？小人略知朝廷制度，四十四买贩马都是重罪，小人担心张建生这么做会损害殿下的名誉。
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小人的主人是太子妃殿下。小人越过太子妃殿下禀告，是逾矩，也是叛主。这样的人，殿下会相信吗？你说的没错。可是我不相信你，不是因为这种事。我问过张尚书，在陆中丞出事的那天晚上，他没有收到我的信。而这东西，倒是在你那里找到了。殿下，这是在你房里搜到的。你给扣下来了，没有交给他，为什么？小人，因为一个工人对马对马正这么熟悉，还想要加害陆中丞。陆中丞，小人绝不会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说话不要紧，想谋害陆中丞，我不会容你。殿下，小人把太子妃交给你这种人，我怎么敢放心？王长赤，殿下，遣他回宫，交给江上公处置吧。殿下。是。顾内人，收拾好了没有？车已经到门口了。我们进来了。进去就进去，废什么话呀？人呢？陈内人呢？还没有起身。怪事，他从来都没有失过时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只是用墨把纸涂黑，糊到他的窗子上。还赶走了几只黄鹂。这样就有用？小人不是已经在殿下面前了吗？对于你接下来的说辞，我还真的有点好奇。过了一晚上，想出来了吗？小人没有把殿下的手信交给张尚书，不是要害陆中丞，也不是殿下说的那个缘故。难道还有第三条路？是。小人只是觉得陆中丞已经无碍，所以殿下的手信就不舍得交出去了。给我理由。殿下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。殿下，就是理由。那天在行宫也是一样，小人曾经非常爱慕殿下。
我还以为只有今天跟我对手的那位才会让你们这么说呢。所以小人不想离开。留下你能够给我什么？小人愿为殿下差遣，小人对马氏和马正都非常熟悉，接下来的事情一定可以帮到殿下的。那就不好办了，我要怎么答应，又要怎么拒绝呢？马上就要进宫了，殿下还没有准备好吗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殿下，谁在里头？殿下，是太子殿下召小人来的。臣内人，那你去吧，请太子殿下快点。是。除了那些，你自己呢？一个女孩子，自爱一点，没有觉悟，就不要说这样的话。小人会对殿下有用的，就算有百患，而仅一粒，殿下不愿冒这个险吗？你知道，我坐上这个位置。从小饱腹的教训吗？一天，再多留小人一天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抱歉，我不觉得你有一天的价值。你下去吧，我来就好了。太子妃殿下在等着殿下一道进宫。